会，岳母退散，男子养狼蛛，将长辈拒于门外。哎，也不是所有的女婿都能够跟岳母相处融洽。最近美国网络乡民论坛 Reddit， 一个名叫做大概是混蛋的用户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。这名男子承认自己有养狼蛛，是为了让有蜘蛛恐惧症的岳母大人远离他们的家。啊，原来他的岳母是一位很传统的中国女人，常常有事没事就来串门子。串门子也不是不好，但是岳母就常常不请自来，也没事先通知，让女婿过得很不舒服，也觉得缺乏隐私。他多年来不断尝试跟太太沟通，但太太似乎把他的抱怨只当作耳边风。直到最近，这名男子才得知，原来岳母嘿嘿对蜘蛛非常恐惧，因为他看到屋子角落的蜘蛛时反应非常激烈。于是男子灵机一动，利用这个弱点把岳母大人挡在门外。男子买了一只狼蛛，还买了一个大笼子，大辣辣的摆在客厅。他还事先获得太太的同意嘞，让他养狼蛛来当宠物。但是他当然并没有说明养这只漂亮的宠物真正的动机。嘿嘿，这招果然奏效。在养了狼蛛之后，虽然是岳父仍常来访，但是岳母呢，则没有办法忍受长时间跟蜘蛛共处一室的感觉。男子后来把这篇故事分享到 Reddit 论坛的 MID， 我是混蛋吗分页，让众人讨论他的作为到底是对还是错。乡民们大多认为男子的行为尚可接受，甚至有人认为其实他太太也会想要有私人空间，而母亲少来拜访会让他过得更快乐。那么台湾的乡民们，这位女婿的做法你们认同吗？留言跟我们分享吧。